慧慧，你把房间门打开行不行啊？我要回我的房间啊。你是不是怕我走啊？啊，不敢开门，怕我收拾衣服走是吧？啊？收拾吧。啊哈。行，收拾就收拾，反正我也没几件衣服，这么冷的天冻死我算了。这什么？哎，慧慧，你听我说，我那天不让你进我房间，真的是在开玩笑，就是闹着玩的。收下吧，走不走随便你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那你给我衣服是想撵我走啊，还是想挽留我呀？刚降温的时候就给你买了，所以你想走就走呗，我又穿不了，就是给你买的。哦，你穿不了是吧？那行啊，那我给藏在我屋里那个女生穿，可以吧？张千羽，你干嘛？我知道给谁啊？你不给我的吗？啊？不是，谁还能穿我这么大的码？不是你笑什么？你给谁？啊！过去。你还能送给谁啊？啊！谁穿？谁呀？